大家看我们这个菜肴里面新鲜的蔬菜有很多，我们这个马志胜班长正在这个准备，我们这是要今天中午的午餐的用菜吗？是，因为首长对我们都很关心，现在都能够吃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早中晚都有牛奶喝。首先看这儿，这是我们炊事班同志自己制作的一些泡菜，这些泡菜也是非常的可口。今天中午都准备了哪些饭？今天准备了一个牛肉啊，一个牛肉，一个牛蛙是吧？对，一个红烧肉，红烧肉，对，还有一个肥肠，不是鸭舌，鸭舌，还有一个鱼，还有鱼，对，还有一个排骨在锅里面，排骨。